人就骗东骗西，不要搞自己人哦。哎、欸，我小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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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吗？这么巧，大家都小孩。我小孩，我小孩，我小孩。哎，那个路人找到一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他不是鬼哦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他应该啊，他挣脱了，因为他挣脱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是啊？两个路人啊，一个路人已经死了。对啊，被另外一个路人抓的、哦。不是啊，可另外一个路人他就开房哎、欸，他是演戏是不是？装的吧？对，谁是鬼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四个有人在骗人。不是，哎、欸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我在很努力的找真的是真的是那路人，相信我。哎，顶楼有一个人，顶楼有一个人，顶楼我刚看有个顶楼有鬼影。我听你讲出来，莫名的有哎睡哦！哇，到底是谁一直在开门啊？等一下，我靠腰，啊，那是鬼啦，靠腰哦！白痴，我被堵住了。你是说不可以撒谎吗？白痴。怎么你在搞鬼啊？啊！哇，你搞鬼、欸，你他娘的！我好痛啊！看我跟赖永林太单纯，真的被你欺骗了。妈那么相信你，就你骗我。我们很信你耶、欸！我刚想说算你，应该真的不是鬼啦。哎呀，是很白目。好了，你们轮到你们也不会老死啊！确实啦。我们就敢不老实，笑死！我们怎么敢不老实？我们一定老实的。一群骗子坐在那边做贼喊抓贼，妈脸都不会红呢、欸。小毛太夸张吧？我们刚是不是说要老实讲啊？小毛像窝里板呢、欸？北兰骗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？小毛太夸张了吧？啊，是鬼就是鬼，玩到轮到他不就好了？骗东骗西骗什么啦？小毛太扯了吧？不是，我们厘清一下，我们刚就说跟路人玩，大家老实一点。啊，小毛你就算突然偷袭我们。老实你妈！你为什么骗人啊？啊，游戏赢，游戏输赢很重要吗？怎么你恬不知耻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以后不要跟他玩了啦！以后不要跟他玩了。没事，他不是我对手，他不是我对手。骗子，死骗子，骗人！啪！妈的，骗子！骗子，然后被骗感情，骗子，那骗子被人家骗感情，骗子，骗人，骗东骗西。对嘛，最结果就自己被骗三万、啊，活该、啊！笑死人，被骗机票了，活该被人骗！活该呀、啊，骗你刚刚好啦，骗人还有脸当 YouTuber 吗？骗东骗西的，你以后影片谁敢看啊？妈都骗人的，妈影片都骗人的啦，拍那种骗人的东西，笑死！讲一些看你频道，妈降低自己素质啊！笑死！撒谎的，撒谎的，姐，等一下踢赖哦！撒谎的踢赖哦！撒谎踢赖是啥小？妈，你小孩子哦！干谁撒谎？妈的，等一下把赖直接踢掉哦！哦。原来这个桥一般都不用啊！痛杀小、哦，你不是鬼吗？我不是鬼，人智障哦！真的吗？那你打他小哦！真的吗？是吗？你要怎么证实你？要怎么证明？你撒谎，赖就把你踢掉哦！赖就把你踢掉哦！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哦，你撒谎的话就把你踢出赖群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一句话，敢不敢？好，他不敢，他是鬼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哎。什么？我打开一个锁，打开门的声音，打开门声音。我打开。吓、哎，还剩两个。吓死人了！快，你们赶快找，你们赶快找。哇，你们很会演哦，你们在演啊，那有鬼哦。确定阿德不是鬼，确定阿德不是鬼。啊，我真的不是鬼啦，李先生就是鬼了啦。好啦，李先生，你要证明你不是鬼，你先拿一个钥匙来开门。好，你先可以找钥匙。好，我现在找啦，该找啦。他绝对没有去找啊，他去找你们了啦。不是，我真的在找没，白痴是不是啊？他骗人，讲话就一脸心虚，他撒谎的时候都会这样。不要管哦，2000块他是鬼，绝对。很敢赌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鬼的话，如果我是鬼，直接把我踢出来，就这样。哦 ，OK 吧 ？OK 吧 ？OK 吧？哦，这赌注 OK 吧？哎、欸，踢出赖这个赌注比死全家还要严重。没错，没错，
代表你应该真的不是鬼哦，没错，可以信你哦，所以我没鬼，绝对。说不定，等等，说不定赖永林在虎啸哦，我虎啸，没关系啊，我就算虎啸，我虎啸，你就把我踢出赖嘛 ，OK 啊，来啊，来嘛，我在怕你吗？骗东骗西，我就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奇怪了，啊，我不是鬼，硬要说我是鬼，哎、欸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，你们这些人，啊，你如果是鬼，就把你踢出赖嘛，要不要嘛？不是、啊，不是、欸，你就跟我讲要不要就好，你不要在那边踢，来踢踢踢踢踢踢踢，睡睡睡睡睡睡睡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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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睡睡睡睡睡，白痴，谁到我旁边靠挑脸，完蛋，我被抓起来了啦！白痴，李杰森真的是鬼啊！把李杰森踢掉了，把李杰森……哎、欸，我跑掉了，我跑掉了，我跑掉了，小心哦！哦，哎，我靠你！你怎么没看到啊？你怎么没看到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我刚也没看到哎、欸，他突然出来。哎、欸，小毛是鬼！哎、欸，小毛是鬼！小毛是鬼！他直接讲，他直接讲，他直接讲脏话。小毛没有啦，他是好人啦，绝对啦，我相信他啦。小毛还没收过骂脏话，小毛是鬼。干嘛信他干嘛啦？靠，要他鬼啦！啊，完蛋！白痴哦、喔！朋友，朋友啦！讨厌！讨厌！怎么抓人啊？靠腰哦、喔！我先生，李先生，抓起来。哦、你怎么被靠？被吓死我！我怎么丢你也靠腰嘞、欸？白痴哦、喔，小猫，我这么信你，你抓我？我就信我在抓你，还是北极你啊？赖永林，你以为玩这个还有什么跟你革命情感哦？你棒槌是不是啊？他妈这么容易分得出来鬼是谁？他妈这游戏爱撒谎，这么好玩？他妈大家都是骗子啊！哎、欸，阿德在你后面。完蛋完蛋完蛋！碎碎碎碎碎碎！哇，阿德好强，阿德好强哦，他好强！碎碎碎，哇，阿德好强哦！你要干你要死小孩，死小孩！他妈的死小孩，靠腰又被卡住了，他妈的！打得住！哇，好强好强哦！啊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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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小孩！你啊！靠腰我白痴，我怎么变回小孩？玩的好强哦，怎么玩的啊？教我好不好啊？哎、欸，你一个精锐、欸，我操哎、欸！干好帅哦，太帅了吧！干你是平常都在丢东西是不是啊？啊？你一个宅、欸，干偶像哎、欸！我靠，太扯了啦！哇，小毛你、欸、你真正假赛啦，你知无？那个，啊、你讲出来干嘛啦？你是图样吗？干、哦、爹、哦哦哦啊啊啊啊啊！爹！别笑，别笑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！我是孩子啊，我是孩子啊！哎、欸，我也是孩子啊！小毛是鬼，小毛现在我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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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毛一定是鬼！哎、欸，走了走了走了！我真的是孩子啊！哎、欸，干、欸、那小毛是个孩子啊！哎、欸，不对哦，感觉是赖永林哦，感觉赖永林是、哦、靠背不是我啦，不对，我觉得是我就讲是我了，靠腰、哦你，你放屁，是你讲是你放屁，鬼可以开灯是不是？鬼可以开灯吗？鬼可以啊，为什么可以开灯、啊？哦，鬼可以开灯哦。哎、欸，赖永林是鬼，赖永林装啊，赖永林鬼你妈啊！哎，赖永林是鬼，小心，赖永林是啊，赖永林是鬼，赖永林是鬼，赖永林是鬼，不是啊，赖永林是鬼，大家小心，赖永林是鬼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靠近小毛你就知道，我跟你讲。你小心赖永林不信我哎、欸！小心赖永林是鬼，赖永林是鬼，赖永林是鬼。干不信我是傻小啦！我跟你说我不是鬼，我不是鬼，我不是鬼。你不要靠近李先生，你有没有找到钥匙啦？哎，还没啦！干我就不是鬼，你是在靠腰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戴维是鬼，白痴，他真的是鬼，他真的是鬼，他真的是鬼啦！我就说他是鬼，快快跑，快跑，快靠腰被抓！快，李先生在哪？在哪？我在哪里？我不能跟你讲在哪里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白痴哦、喔，他都没有钥匙哎、欸，那个钥匙太难找了、啊。哇！你啊！哎、欸，我、欸、叫你们是还是为什么智障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你们要小心呢、欸。赶的时间到了会怎样？到了就我们赢了，好像是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了。那这样就不用找了，就他妈一直躲掉了。啊！
我靠我靠啊！哦，完蛋完蛋完蛋！啊，你娘嘞！啊，鸡巴嘞！啊，把小毛腿吃死吧你！干你阿德，你是鬼吧你？这个我是鬼啦，我不是鬼啦，不是吗？不是，那你干嘛还是过来？找要死啊！快过来、欸！走走走，我着急有事啊。哦，这个牛奶可以补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阿德是鬼，相信我。不是，我知道谁是鬼。干你干你干！妈的嘞！哎、欸，白痴，我找到了。他鬼，他鬼，我找到，我找到张钥匙卡。他鬼，他鬼，他觉得，哎呀，鬼啊！你看，白鬼，不要走，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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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哎，捡东西砸他，捡东西砸他，我去开锁，我去开锁。干，在哪，在哪？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怎么开啊？我不知道啊！你急着你帮一下忙好不好？要怎么开啦？救命啊！救命！你那个是钥匙卡，那个是插你锁住的门啊！上面你走了一些笔记，干走了！等一下，你干什么？干你娘嘞！为什么？不可以把鬼杀死？小猫，你要关门啊！你不会随手关门棒槌哟？干，你会怕是不是啊？看你蛮怕的，怕的要死哦！哇，这个地图会一直变，是不是？我也蛮怕的。怎么样？这边，这里啊，这里个门呢？睡觉，叫叫叫叫！走走走，开门开门开门！走。啊，我去捡东西。哎，这是，我这边是哪？这是鬼的地方，这是鬼的地方。哎啊，鬼一直守在门口不就好了？不行吧？你会被我们打，我可以打你是不是？啊！我会被打死哦！可以把鬼杀死啊！被打晕吧，被打晕吧，应该可以吧？等一下，你这上面有把钥匙啊，靠腰哦！哎、欸，白痴，李杰是你去哪了？等一下，我在找别人。哎！白痴哦！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干李杰森，你去哪了啦？我在找东西啊，靠腰啊！我身上有钥匙，我必须开门啊！我失踪了，靠背。李杰森，哎，李杰森，你听到脚步声哦？谁？李杰森，李杰森，你要回去我们刚刚那个什么声音？我们刚跳下来那边什么声音？李杰森！哦哦，跟鬼一样，跟鬼一样，白痴，你是人儿啊！不要吵了，我解开一个锁啊，你是个棒槌。